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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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，这个地厅带一致的啊，没见过吧？带一致的地厅，这个是不是当年喜成顺法的那个出奇啊？这是力劈壁垒神马，化生寺带神马，化生寺带神马有啥用吗？化生寺带神马，我想了一下，化生寺带神马确实没啥用啊，主要马可能太多啊，没地方放，让化生寺帮忙保存一下。出其不意加须弥带了一个无数摩羯还抗风，这只出其秒的宝宝如果触发神佑以后100%血变成80%，下一次好清啊啊！我知道我要干嘛了啊！我以为是打地皮，没想到是打地狱烈火。乐哥，这本来都不得，今天就得罪了乐哥。这友谊的小船已经非常危险了，兄弟们。这本地狱烈火下去，可能就是没了10个 W。老王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看我能不能把握得住。王哥给宝宝加个锁，我怕。你怕我赔不起，对不对？还真没加锁呀！啊，那这宝宝没啥说的，就是干就完了呗，对不对？要不就掉眼睛，要不就掉法爆，是不是？熊总，给我语音扣个一。心不懂，这只宝宝叫地听21级，没有错。四个轮子了，这个时候直接读本须弥是不是也行？吊兰书，我问了个，反正轮子是全了啊，现在缺法莲，法莲和神迹套，法莲位置对了，必须得赚几个 W 进来呀、啊！我没排错宝宝，法莲没上去。高敏掉了啊，小熊统统，你觉得掉啥？掉法爆，低级的，那必须的，太他喵的吓人了，掉泰山了啊，掉泰山了，来四个轮子，二掉轮子了吧，掉轮子了，掉奔雷咒了。后面就不用问乐哥了，直接就是默认的冲刺，要不就掉眼睛，要不就掉低法爆，掉低法爆吧，哥哥，不想再循环了。哎呀，刺激了啊，刺激了，刺激了！关照万象，关照万象，关照万象，完了，这家伙祸不单行，连续得罪乐哥两次啊，我的路走窄了。其实我也早就知道了，九技能乐哥也看不上，可能是就是为一把直播效果。这个法爆啊已经打掉的情况下，乐哥可能上一本低级防御就是为了直播效果，所以说九技能乐哥这只确实是有点看不上啊。咱们帮乐哥进阶一下，咱们找一个六技能带关照万象的回一手啊，回不了啊，属于高价值保护状态。